2008年，郑玉玲和同居16年的男友吕方提出分手，吕方当即表示净身出户可以，但开了16年的宝马我想开走。郑玉玲当即嘲讽道，你吃我的用我的，现在分手还想开走我的宝马，痴人说梦话。之后港媒更是用踢出豪门宝马没收的话语调侃吕方，郑玉玲也因此被扣上只认钱不认人的帽子。很多人不明白郑玉玲为何视钱如命，这一切都与她的童年经历有关。支离破碎的家庭，不负责任的父亲，让她从小就对家庭生育产生恐惧，也为她往后的两段婚姻埋下伏笔。这样吃这顿没下顿的生活，让她养成非常好的理财意识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证自己荷包有钱，所有自己喜欢的事情都要主动争取。在吕方之前，郑玉玲曾有一个交往长达10年的男友。1979年，在拍摄的过程中认识当时香港最有才气的编剧甘国亮。两人刚在一起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说他们是良才女貌。郑玉玲虽说长相不是倾国倾城，起码她独有的气质足够让她出众。就在大家以为两人会步入婚姻殿堂时，两人却上演分手撕逼大战。当被记者问及为何分手时，甘国亮直接说道，因为郑玉玲的信仰不同，这10年内自己宛如和尚一般，对方甚至连牵手都不愿意。该消息曝光后，好事记者还特地为了这件事情采访郑玉玲。郑玉玲忍无可忍，直接爆出更大的瓜，指责甘国亮喜欢男人，还欺骗了他10年的感情。最为重要的是，此时的甘国亮身边确实是有一位经常一起泡吧的男性友人，他是外国人。关于郑玉玲的爆料，甘国亮自然没有承认。这一闹，10年恋情在此时此刻毫无温存。郑玉玲本以为自己不会再谈恋爱，直到在一次活动上他认识了吕方，两人一见钟情，迅速坠入爱河。当年郑玉玲爱上小自己7岁的男孩吕方，甚至包养其16年。为何分手后吕方却说和郑玉玲恋爱期间跟坐牢一样？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吕方不仅事业一般，长相也是很普通。反观郑玉玲，不仅长相靓丽，还被圈内人士称为嘟嘟姐。要知道在港圈能称之为姐的人地位自然不容忽视。在郑玉玲高挑身材的对比下，吕方小矮个更为明显。当时好事媒体还给两人起外号长短脚之恋。比起和甘国亮的恋爱，这次郑玉玲和吕方的感情更是不被人看好。郑玉玲争强好胜，而吕方好像已经习惯自己不温不火的样子。恋爱期间，郑玉玲曾多次为吕方介绍资源，搭建人脉，甚至还出资，束手无措之下，郑玉玲只好放弃推着男友进步，干脆让他回家当起煮饭男，让吕方搬进自己的豪宅住。每个月他还是会给吕方高额生活费用，因此吕方也被外界叫了10几年的软饭男。前几年，即便外面的质疑声不断，两人越甜蜜相爱，吕方生活中对郑玉玲照顾有加，而郑玉玲也谅解吕方的辛苦。郑玉玲跟吕方说我不愿意生小孩，吕方也理解接受，但这仅仅是恋爱开始的样子。不知道是外界的质疑声不断，还是爱情也在生活的打磨下消耗殆尽，慢慢的郑玉玲开始看不上在家吃闲饭不会赚钱的吕方，而吕方开始无法接受这种无性生活。两人恋爱第5年曾传出绯闻，当时吕方发生轻微车祸，车上坐着正是梅艳芳的前经纪人，两人还多次被拍一同外出吃饭。就在吕方绯闻满天飞之时，郑玉玲主动带吕方上节目。接下来两人虽说经常同框，却很少秀恩爱，郑玉玲也不会用自己的资源帮男友。直到2007年经济危机，郑玉玲炒股赔了1.2亿，视钱如命的郑玉玲有气没处撒，当即便把责任推到吕方身上，责怪吕方没有及时制止自己。面对如此无理取闹的女友，吕方也第一次开始自己的反抗，郑玉玲一气之下提出分手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吕方竟然答应，只提出一个要求。2008年，郑玉玲向同居16年的男友提出分手，吕方直接说道，分手净身出户可以，但我想要我开了16年的宝马。此时的郑玉玲正在为炒股赔了1.2亿伤心不已，再加上郑玉玲视钱如命，没有钱她就没有任何安全感。失去理智的郑玉玲不仅一口回绝，还出言羞辱，你全身上下哪样不是用我的钱买的，车也是我的，你凭什么开走？相伴16年，换来的却是女友的恶言相向。吕方冷静下来后对着郑玉玲说，这16年间自己每天都跟坐牢一样，今天终于解脱了，便转身离开。跟吕方分手后，郑玉玲一直单身，而吕方没过多久便再次绑上一位富豪并结婚生女。吕方等待16年都没等到的东西刹那间触手可及，郑玉玲也因为说话不经过头脑，在圈内交不到多少知心好友。周星驰还在跑龙套时，郑玉玲就曾断言他永远火不了，周星驰记了10几年，最后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喜剧之王。当记者追问郑玉玲时，他当即说到自己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语，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事。对，他是有问过我，不过我的答案当然不是后来传出来那么不好的了啊，我就当然
因为我都很欣赏他的。事情究竟如何，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。而类似的事情，郑玉玲却干了不少。1986年，当时有传闻刘嘉玲在拍摄《流氓大亨》时因记不住台词，被郑玉玲扇了一记耳光。多年后，刘嘉玲也在节目上谈及此事，却没有讲述自己被扇的细节。我在现场跟郑玉玲拍过一场戏，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是新人，我记不了台词，然后他就叫我回家看完剧本再来拍。而这只是小故事而已。最有名的场面少不了2013年第49届金马奖颁奖典礼，当时郑玉玲和黄渤被邀请一起颁奖，一上台，郑玉玲更是给黄渤一个小难堪。那服装呢？今天晚上你穿的是，睡衣吧？如果不是黄渤反应及时，估计都要下不来台了。黄渤三言两语直接化解尴尬。因为你知道你有5年没来，这5年我一直在金马奖，我已经把金马奖变得像家一样。回到家里穿什么，对不对？回到家里一定要穿得舒服一点。按道理说，说话如此嚣张的女星估计在圈内走不长，而郑玉玲却火了几十年。大家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